I am p o l y g r o i d and you are learning at i m p o l y g r o i d channel. Enjoy and have a great time. 刘太太您好，我是刘云香的班导。云香今天在学校的行为，我担心会影响接下来在班上的表现，还请您明天来学校一趟。 打扰了，晚安。闹够了没啊？再不出来，全部记大过。不敢出来是不是？陈文亮、刘云香，是不是你们？开门，放我出去。 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谁？长官，人就躲在柜子里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救命啊！快把药吃了。 你惹出来的事，不要让你爸爸知道。请问是刘云香的家长吗？是刘太太。赵老师现在不方便，他要我转达您。我们翠华治学严谨。 刘同学一来就违反校规，我们这里和外面的学校不一样，希望刘同学能够有自知之明。对不起，云香刚来翠华不久，很多东西都不懂，我会再好好教她的。 这边，刘太太，不好意思，失陪。以后别让妈妈再被叫到学校来好吗？很丢脸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还会看到奇怪的东西吗？好久没看到了。先是学生坠楼。 接着又是赵老师，整个学校都耳语不断，都要传到外头去了。报告校长，李子琪和赵老师的事情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，请您放心。上次外面那个无极潭。 说什么法力多高，马上就可以处理掉，交给他们就一劳永逸，永无后患。我看还是找陈家回来做个法压一下吧。明白，校长。 您看，要不把二中交给我来整顿一下？现在这群年轻人啊，白教官，你公务繁忙，二中的事情我另有安排，不用费心了，去忙你的吧。是。 听说有新老师，他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有新老师。新老师，你看，看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在哪里看过他？会很凶吗？安静啦！ 等下又被骂，起立！不用了。陈文亮，请假吗？报告老师。陈文亮，他今天坐坐着讲就好了。我看我也坐着好了。 不然你一直站起来。陈文亮请示假。家里办法是好，谢谢你。你们才十六、十七岁，是最不应该被定型的时候。考第几名？班平均校排名？ 整洁比赛，秩序比赛，爱笑比赛。大人总想用这些东西框住你们，规范你们，区分你们。但这些不是你们同学。 麻烦你站起来。不好意思。谢谢。请坐。谢谢老师。这个东西从今天开始不会再出现在这个班上了。我是你们代班导。 也是沈静校长的儿子，但对我来说，我就是沈华，不是别人。今天要给你们一个功课：你是谁？你不是翠华的学生。 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，你不是二中班上的成员。告诉我你是谁，用任何方式都可以。你可以写一篇作文、诗，甚至用画的，都可以，无所谓。重点是，这是你自己。 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是鬼。阿亮，现在还要搬什么？你帮我搬那个金炉。好。阿德，阿德，你怎么会来？你怎么啦？自从学姐那件事情之后。 我就一直做噩梦，不太舒服。来啦，你跟我回庙里，我带你去收经。收完就不会做噩梦了。你觉得真的有鬼吗？我是没看过啦。 你不是陈家第五代传人，没有一点神通吗？那很难，又不是说想有就有的。要么你就天生有体质，不然就是要修炼。再来，可能被鬼神附身吧。所以。 被鬼附身，就会看见他们吗？被鬼附身就是被杀到了，那是人虚弱的时候，鬼趁虚而入，那就真的要去收经了。这个镇上只有我爷爷看得到而已。 可是他半年前过世了，不然以前法会都他在做啊，现在变我爸接手，差很多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是解签问世这种啊，就有标准答案，标准答案。 为什么问工作就叫他换？问念书就叫他念？问感情就说缘分已尽。如果问生病会不会好，就说会，真的啦。其实他们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。 只是求个心安而已。明天晚上有没有空？怎么了？我要去韩翠楼。学校有一群怪人，一直相信韩翠楼有一个有文采的学姐会给他们灵感。我是不信啦。 所以他们都会去玩笔仙，但是又怕找我当护法，每次都自己吓自己。就看你有没有兴趣啊，去看看啊。云香，新学校待的还顺利吗？辛苦你了。 爸爸这阵子忙完就会过去看你，好好加油哦。云香，新学校待的还顺利吗？云香，新学校待的还顺利吗？辛苦你了，云香。新学校待的还顺利吗？云香。 陈文亮到底在等什么啦？等一下啦，时辰又还没到，急什么？赶快去一去啦！我还以为你不来了耶。他是谁啊？护法的护法啦，这给你，拿一下，来。 一人一张，有带有保佑，没带会出事情。等一下，一样，不要碰别人肩膀，不要叫别人名字，被叫名字也不要回头。好，时辰已到，走。你不要怕。 你等一下就跟在我旁边就好。会怕的走前面，不会怕的走后面。许立东，你去后面啦。不是，对啦，许立东，你去后面啦。不是说不要叫名字吗？我不要去了。不行啦。 学姐的事要来弄清楚啦，不然到时候轮到我们走了啦。你们上次玩完东西就丢在这哦，不是那时候明明就不在这里啊。你们先去准备一下东西，弄一弄，走吧。 你看，他们刚刚都是自己吓自己，踢到一个盆子而已。等一下都是我动的，你不要怕。好，来了哦。等一下啦，就我们三个哦，其他人没有要玩哦，总要有机动组吗？ 不然你们出事怎么办？对啊，社长、副社长、代表就好了吧？到底要不要玩？玩啦！我可以加入吗？你确定？你在旁边看就好了啦。没关系。好。 要开始了哦！笔仙，笔先请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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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笔仙，笔先请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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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姐是不是不会来啊？还是我们不要玩了啦？快点啦！笔仙，笔先请出来！笔仙，笔先请出来！ 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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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请问是学姐吗？ 请问学姐，最近韩翠楼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这边冒犯到你了？学学姐，对不起。要怎么样你才能冷静啊？你们不要自己动。没有啊，换。 你、你们真的没有自己动吗？没有啦。帮，你帮我，换你帮我，什么意思啊？换你帮我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先送他回去啦。笔仙，笔仙，请回去。 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还没有请回去，不可以放开了！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你问这个干嘛？笔仙，笔先请回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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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喂，笔仙，笔先请回去！鬼啊！转学生，你干嘛？喂，有鬼啊！喂，许立东，你来帮忙啊！ 你醒醒啊！醒醒啊！喂，你醒来了？喂，你是谁？我就是你啊！我帮了你，这不是我想要的，不是你要的。那，你想要什么？ 我希望我们家可以正常，我的病可以好起来，找到我就不用这么痛苦了。云香，如果这次作品得奖了，你想要什么？爸，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去英国读书。好啊。 你爸爸年轻时没有办法完成的梦想，现在就靠你帮他完成了。有没有别的？喂，醒醒啊！喂，你快起来！你还好吧？来，站得起来吗？快点啦，走了啦！ 快走了，赶快啦！走了啦，小心点。走，快走！我家到了，谢谢你。你确定不来庙里处理一下吗？今天的状况，改天再去好不好？我好累了。 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老师特别来关心你，快点跟老师打招呼啊！刘妈，没关系。老师好，还好吗？那我不打扰了，赶快休息吧。 来，这送你。以后你在学校有什么不适应，或是有任何问题，都跟我说，好吗？谢谢老师，刘妈，那我先走了，我送送你吧。谢谢。 我们云香就真的拜托你了。当然，连小孩都带不好，你这个妈妈怎么当的？你都不在家，小孩就不是你的妈。当初要不是你故意怀孕，我会跟你结婚，刘俊贤。 爸爸进来了哦，没事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它的名字也叫云香，它可以辟邪，可以治病，是保护你的。以后如果爸爸不在家的时候，云香有不开心的事。 不知道该跟谁讲，你就写日记给爸爸看，好吗？你们老师说，你的名字让他想起日治时期很有名的云香诗社，所以特地买了这盆过来当礼物。你该不会还想着写什么诗吧？ 在写能帮妈留住你爸妈，大慈大悲城隍爷在上。刚才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请您一定要保佑刘云香平安无事。你是跑去哪里鬼混啊？庙里事情这么多。 你说溜就溜，我不是都弄好了吗？弄你老师啊，东西不用点算吗？不用先准备好吗？你们学校说现在不太平静，嘱咐我们要去处理一下，他们就要在那边乱搞。 爷爷就交代过了，不能硬来。他们又不听。请问一下哦，现在庙是你在掌管还是我在掌管？全都是你的意见，你管好你自己啦。爷爷还在世的时候。 法会超度都是他在做，请问一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散散慢慢的，你以为你不用学吗？如果有一天我死掉了，也是你要接啦。我有说我要接吗？我毕业就要去台北了啦。 别傻了啦！那是你可以自己做主的吗？你爷爷在的时候，你不是这个态度。碎碎念，阿亮，还有你们老师那个谁，拿了一包东西说要给你，我放在桌子上。 快点把书包收一收，回去吃饭了。每次都这样，我有说我要做吗？烦死了！爷爷，我跟阿爸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我们两个都不像你，请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明天的法会。 平安顺利。文亮希望这片镭射唱片和你口味。沈华师借过，我看不到啦。在哪里？前面在哪里？还说韩翠楼里面有鬼，有吗？骗人啦！ 这是传统，懂吗？是陈文亮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要跟你抢中间，逃打哦！信不信我揍你？你们猜他抓得到鬼吗？问题是你安静，吵什么吵啊？ 自习两个字没看到吗？你挡到我了啦！起来，再朝我全部登记起来，漂亮！叫你们回去，回去哪里啊？看不到，回去了。 有看到鬼吗？不要再看了，找到我就不用这么痛苦了。老师们早，老师们早，校长早，来向神明拜三拜，一拜，再拜。 三百，把时辰差不多了。好，谨请东宫太乙君，莲台好生不刚云，手执伏魔七星剑，斩断妖精不正神，学姐。 一点东方甲乙木，是你吗？二点南方丙丁火，三点西方庚辛金，四点北方人癸水，五点中央戊己土，急急如律令。是，或是虚空云里见。 你在哪里？或是牢中救罪人，或是江湖救灾难，或是阴司度鬼魂。元首从良，无肯从良。天师有旨，宿捉祸殃。偏通酒的，杀鬼情伤。 开天门，闭的户，留人门，赛鬼路。你专心一点，拿好啦。你是嫌我不够紧张吗？你刚才没看到吗？这么多人在看。抱歉，校长，今天的法会。 出现了一点小状况，不过现在把符贴上去了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城隍庙，我一直以来也照顾不少，以后这些事情要更上心一点。是，谢谢校长。 爸，该贴的都贴好了，可以回去了吧？向校长跟教官道谢，快一点！谢谢校长，谢谢教官。那校长、教官，我们先走了。谢谢，没礼貌。 叫你说声谢谢，在那边拖拖拉拉，为什么要跟他们道谢？我们才是做事的人。我是谁？吞药、喝水，像在浇花。晴天在我的身体里。 一个人被九月分成三十天，再被一天分成落叶和海面。我永远只有一半是我，另一半是跌倒、雨天、忘记的人、蝴蝶、妈。来吃早餐了，早上还有一些脏东西。 然后黄昏和不爱我的人一起共用的黄昏，黄昏在我的身体里吞完了药，喝水，等着下一次，像一朵花，等待全新的太阳。 其实没有什么是全新的，只是同时善于消失与回来。我每天都有一半在死，只是我善于当另一半，像一朵花，不好看的那一半，不好看。 可是活了下来，谢谢云香。这首诗我会请班长贴在后面，写的真好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加入诗社呢？干嘛这么想加入诗社啊？请坐。 谢谢老师。其实大家不用不好意思，在这里没有什么好跟坏，不管你们怎么表现，这都是最自然的自己。没有人，或许我来到金銮，就是为了遇见你。